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《呆鸡舞团》的游戏实况影片。我是康纳，今天继续来我们的《布林古堡四》。我感觉好像已经好久没玩这个，好感觉啦，因为上礼拜都一直在准备忙考试。那联想到期末考，哎，好了，对哈，我记得这边，我们就是要来这边，然后。哦，对，就这个，应该是要找什么东西来把它铺上去。对，这个我知道，你要去找一块又大又重的，拿去那下面马哦，马的板子。哇，来，我就直接往前喝。哎，等一下，开了。这边我们上次有说过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我发现一个东西。对对对，然后有件事情我发现，我用电脑的那个去看。比用平板的看，平板的好顺哦，完全不累格，而且也没有砸，没有砸那个，没有很砸。哥，他现在才给我调这个东西来，我的，这什么鬼？我面具已经卖掉了，这个被拒，太悲剧了。好了，走人，走人，走人。然后，看了就是说你要说，我没送啦，踹了，踹够，踹够啊。好，这边应该没东西吧？好 ，yes。还有东西吗？还有东西吗？哎，这边可以的。哎呦，金矿！哎呦，金锭！金条哎，5000块。我刚刚超有骨气的，跟那个一些人哈拉的他们就很火大的，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拿着好几把剑子。要对我砍，我只不过骑一只马过去而已啊！虽然只是此路不通啊，这倒是真的。因为你好马，好马，给钥匙。这个钥匙说不定是开那个为了拿到那个板板的。我只是想要来这边，想说这边应该会有箱子，结果来一下就扫到，而且他还拿枪。那看了，这个人就是扛。着火哎、欸，好火啊！就算是牛头马面也不需要喷火吧？牛头马面，好吧，是要开这边的一门吗？还是要开那边的？都开吧。都开了，是吧？要是如果康了胆子，应该够了，我觉得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先从这个门开始。这边会有什么东西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眼力真好！我发现一个散弹枪弹药，好，先把它打下来。恭喜你加弹。嘿，厉害！好，真的是这个，这个还真的是钥匙。哦，好了，这有可能是可以拿到那个另外一片板子。另一片板子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看了就知道，你拿枪打掉啊，用散弹枪吧。要啥？我们有 green。哦，用这个啦，用那个合在一起，对对，合在一起。哦，这样啊。Good job。然后，有了，两罐，飘了，飘了。好了，然后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他眼睛被封起来。看了，你会不会有没有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？什么事？另外一版的铁处女，我哪知道？我发现那边有开关嘞，你开看看啦、啊，用枪打看看，应该可以啊，但是应该穿得过去啊。枪没有啊，他没红点出现，他没红点，没红点，对啊，他没红点出现，这不能打、啊。好吧，那应该是欺骗我的感情，不然是你打掉那个锁，不然去找另外一把锁。啊！要直接来了，直接来了！哦，原来在敲，小心！我就知道，现在要当金刚狼了。真的？哦，小心金刚狼！金刚狼！可是他卡了，赶快救，赶快救啊！哈哈，小刀就赢你了。对他用散弹枪拉几棍。然后我说真的，他好像看不到我的样子。啊，对他把眼睛缝住了，你忘了吗？那我要怎么对付他？
霰弹枪，可以先打晕它，不然会移到一个地方，可能会有什么超可怕的武器。啊，霰弹枪吗？那是什么？那黄金是不是那个后面、这个？是这个吗？这个要干嘛？那个铃钟很像那个铃钟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它是靠听力在那个的。哦，中了哈！你可以用铃钟来欺骗他。哎、他。又来了！哎、又中了，又中了，又中了！又卡到墙壁。我总觉得我在玩他而已。啊！哦，来了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我都得要用走的。啊，用走的，没关系啊。当然，要是如果你觉得你发现你自己很危险，敲旁边的钟。哎、这么远的距离，一定可以。你要跟他玩爆头、哦。哎，没办法，没瞄到。快转身，转身，转身！哎，没瞄到。我打他心脏。啊，他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那个铃钟应该就是要来锁他用的，所以我们直接。哦小枪枪子，枪一下，他会怎样？然后他就过去了，我猜，应该有过去吧。他该不会在柱子后面吧？哎、他真的过去了，他真的过去了 ，yes。然后准备，枪子好，枪子好，快点！哎，所以他为什么没过去？你再敲他一下，再敲一下，再敲一下，再。那边呢、啊？对，他准备狂暴，快去。哎，有，看到了。有了。这草根蛋掉、哎、哦，他把钟打爆了，快点爆了！爆了太猛了，是啊，哦，中了 ，again， 来 ，witchcraft， 没中，我中了。没味道，刀子。被误到一下，我觉得应该三折拜拜。这为什么关这个？你那边风筝又大了，哦，好惨啊！十，Follow me。我知道我是哪个东西害的。我这边有一个麦克风啊，我这边有一个内建麦克风。嗯哼。好，所以我这个应该就是要开下去了。我就没了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接下来靠你。再继续走吧。妈的咯！哦，来了。哦，我看到必胜武器。来呀！哎，没错。康乐，差那么一点点。对啊。后面的先喝的，好了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惹到我的兄弟。Wait， 你跟着我，我这样有点。哦，靠！你的脸干嘛挡我？哎呦，还好了，放了。啊，这的话。就好啦，哦，没得怕你的，行啊，好，对了，我要整理一下我这边，这边感觉有点乱，哦，我这样放是不是更乱？管他的啦。Yes, money. I like money. 哦、oh, ，fuck it. Wait. 哦，弓箭手啊！你们自己人是弓箭手啊！你瞄到才有鬼。哎呦，哦，原来你瞄到了，嘿，中了，看我枪快还是啊？你干嘛包他的头？
你在那边，你躲啊，你躲啊，我照样拦得到你啊。嗯。Follow me。Wait。然后呢？啊，有没有人？有人。哦哦，这边这边。看到啊，看到啊。哈哈，爆了！像这种 ，Follow me。所以呢，现在，哦，往这边了，那我们就继续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公平了，不公平了！先生，准备好那个冲锋啦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你拿错了，冲锋！那我这样，也按你买起谁一塞了？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要把他们一烧一个地方了，你知道我可以直接一次把他们秒掉的地方。不是，请问他们有跟过来吗？各位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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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哦，中了中了！啊，不公平啊！还有啊！把那红色的干掉！现在照！哦，走开！走开！小岛，我叫你干掉他！走开！走开！哦，爆了啊！爆！走开！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妈的咯！那个红的还没过。哎，还来还来 ！Follow me。我没啊。鬼佬！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他们死了。好好，这边我先开盾剑。哦哦，好啦，我记得你应该是攻击前面，怎么连后面也跟着攻击到？我厉害，难道你的脚该不会可以360度旋转一圈吧？差不多哦，可能哦，可能可以。哦哦，走开走开走开！哪来的可能可以 ？Fuck you！ 我蹲下。所以，Wait！ 哇！看了，这个叫做我在你背后捅你一刀。You are dead！ Fuck！ 笑了。你以为我康纳生气？你们这些自以为家。每天都是一直在那边骂路骂路骂路，在撸啊踢撸啊，骂路骂路。踢一下我走。我决定了。Wait， 骂他们老师的，来呀、啊！我老跑了。哎，没听到。狂啊！那是什么？先酸，先酸。哎、欸，看看要不要踢看那些玻璃那个陶器啊？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很可怕的武器。哎，那哦，他们在这里。哦，被埋了，被埋了。这里应该可以吧？这里可以了吧？啊，没了。这不是刚刚躲的地方的反方向而已。带种的就过来啊！他带种。带走了就过来啊！没带住，没带住。哦，带走了过来、啊，别闪啊！他这个，这补了几枪了，还没死。
我最恨这个东西了。哦，死了，这样就挂了，这样挂了。哎、欸，还有活人。哦，还来。哦。我开了。哎、欸，那边有钱嘞，在左边。等一下，哎、啊，边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好水！来来，啊，屁股，来来，好水，来来，关，不要有人死，死安了，哦，马达罗，马达罗，哎，他们越来越难找，没办法，好，所以要慎。三家买那个 RPG 火箭筒。Wait， 没有什么，哎、欸，什么大人？我就说里面有一些好料啊。啊！看了，他们把给小枪当作是，好像是被 BB 枪射到了的。一枪射的啊！不要在那边自己，你们这些小混混。小混混啊！小东西，嗯，下去，还来，我坑了，很好玩，是吧？很好杀。Follow me。刚才倒是死了一次。喂，等等。好了，先捡一下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水晶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两杯，有两个瓶子，不要打破玻璃哦。什么东西啦？不是这些东西，我把私房钱，我把私房钱放在那里，不要打。这些东西放着就是要让我去打破的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打破，要我去干嘛？买来当装饰用。我的600块，一个花瓶600块，很值得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我偷偷摸摸把钱放在那里面。Wait.马达罗，啊，我看到了。我的，哦，1800。这个我小刀就有进去了。啊！我看到了，哦，他头有断掉吗？没有。头有办法断才有火。为什么他们脸上都要浮肿啊？难看。是啊。看我这边啊！给你 TPP。TPP， 十，十，哦，有了，八万，高爆手榴弹。我觉得等一下可能我没散弹枪了。看啦，冲锋枪啊！我知道，完全没有。嗯，好了，有了，开始呀！哦，药草。啊，那我散弹枪要省着用。那接下来，他叫你二选一。啊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我站了，他、没事了。要、不然看看右边的。右边？哦，右边，左边。也没有。他杀分不清楚。啊，我知道。这个就是要他要我让女主角在这边站。Wait。然后我去另一边站。啊、哦！有了！哎、欸，那个门是什么？哦，保护女主角。Follow me。躲到我后面呢、啊，笨蛋。哦，机关枪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来啊，我不怕你们了。奇怪，怎么听到？好恐怖！哦，这个先手枪队伍，手枪队伍。好，哎，没打中。直接叫你用冲的、啊。
在啊。想说看看你三枪没中，又要说你当兵有点危险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冲锋冲锋！哎、欸，你还是烟来了狗。来来啊啊来了。这下子各种枪又用上。哦哦哦！没中！我靠！不要那么靠近我，我不搞 get， 我不搞 get 啊！是。哎，还来！哎，看看不出，这次换从天上掉下来。拿枪，拿枪啊！我近一点跟你玩。啊！你走开呀！我不跟你玩狙的。用小枪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到没子弹为止。好，接下来可以了，接下来可以了。啊！我已经把他武器打掉了。欸，又来一个。又来一个。啊！飞机。哇！我的刀子戳爆他的头。啊，那是女主角在那边呢、啊。Ashley， 哦，看到我这里有 bug，、啊、我这根本就是子弹射过去女主角，她根本没什么感觉。哦，好险呢、啊！我的小朋友差点被他克掉。谁哪知道这个无耻之徒啊，他会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他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为什么跑掉了？哎、欸，看他赶快出去把那个门打开啊！要把门打开吗？你刚才不是召唤了一个门？没事啊。等一下，我听到空间。刚才不是召唤一个那个铁门？不是要去那东西吗？哦，对啊，但是刚才我看到还有敌人。还有敌人？对啊。要是我会。给他们追，给他们追，哥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啊，小家伙而已啊，小家伙，头破头破头，碎碎碎，命中，算了，哦，啊，靠我这边，啊，嘿哦嘿哦嘿，我来了，哦嘿哦嘿哦。好了，哦，你来了，我等你好久。啊，往他头好久了。啊，刚好，其实你那个可以破防，直接穿过去。好好，穿过去。我比较喜欢直接硬干，我是硬干太康了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请你吃我的小刀啊！哦，他躺地板了。啊、不对，是趴地板的。哦，我现在摇杆非常的熟悉。嗯，然后还有，哦，我先拿狙把外面的干掉。马上哦，还有，有吗？我啊，在守门吧，在门那边。哦，听到，来了。哦，准备好。哦，我散弹枪瞬间没弹药。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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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，闪电子弹哦，失忆了。啊！哦，刚好听到了。卡巴被他乱点，对不对？看他去。卡巴被他乱点。看他反应。看他会请你走。然后呢？他人。外面再踢一次门吧。啊！卡巴被他乱点。他就急了，哎，快，他就说，啊，挂了，挂了。好，拜拜。关门大吉啊！嗯，啊，好了，可以啊，好了，还有谁？哦，吉啊，哦，他被我，哦，我以为他被我中了。啊！哦，来，
服务人家。哇啊！好，赶快去门去那去门那里，赶快拿好，赶快闪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金面具了，金面具了。这个狙击啊，火星处理了。给他有救，活着。哎，看看你为什么不要丢高爆弹在门口？啊，我不想要浪费我的那个啊。哦。来，我枪已经架好了，你们只要过来就。他应该瞄准头部更痛，可能一个头也不见。哦，我有瞄，你看像这样，我有瞄啊，乖乖听话，瞄头部，对不对？你也很好吧？帮我瞄，多金色的跑哪了？好了，死了。有 ，OK， 都够。好了，接下来我把我刚才一直听到他们上面好像有拿弓箭的这个瞄准。Wait， 哇，可能有。对啊。不要。好，不知道是在哪里。可能在转角。有在对面的，有在对面。哦，发现。哦，反正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躲，就躲在这里啊！我对恨别人拿东西，算了啊！哦，我的狙好像也没啥弹药。发我没？哎。哦，还有人啊！为了节省子弹，直接拿了赶快跑吧，不然我说这里一下就死了。也是的。好了，那我就六 H 好了，我来防守。以防万一，我先准备好。不要，你剩五发哎、欸。对啊，一要也得要哇，他不管。考虑一心用一下冲锋哦，还是算了。还是说那是最后的压箱？不知道。好吧。哦，桥放下来，感觉好久。我等着这样。果然。然后呢？哦。然后我们要往上冲。上去啊！你看到有路可以走，但是往上去啊。当然是要往上。哦，嗯，这是什么门？哦，秘密之门，哎，可以拿子弹哦。哎，没东西，好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是他们狙击。哎呦，我们有补血的了。血的，哦，是有。太好了。看到这下子可以不用担心那个药水钱的问题了。没有，没还的，没还的。我们有两罐啊。嗯。这该不会是子弹吧？钱哦，钱 fuck！ 好啦，那接下来就是 ……Look, there's a crank over there. 哦，所以我们要上去那边。先等一下，先让我捡东西。哎，散弹枪，还十发嘞。哎，狙击枪！哎，怎么都各死了？难道说？我勒个！原来如此，我懂。好吧，先从这里。Watch out for me！ 哦，相信我，我看得非常清楚。这什么鬼？哦，原来如此。神狙，注意哦，还来，神狙，啊，笨蛋一个。神狙，啊，哎，没中，哎，走开，踢他一下。哦，再见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放大。嗯，好开呀！
还来一个，还来一个。啊！往头部包了。哎、欸，开一个了，开一个了。哦不！哦，那边好危险，那边好危险。对，打脚也是。AI 零零，哇！林北在，我在防女主角，你是叫什么？啊！完蛋完蛋完蛋了！我们的啊，那我干什么？哎、哦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补命一下。拿走我的女主角了！听说你狙到女主角，我的枪法也太好了，对啊，太好了，直接攻穿了。我会改，我会改，哎，我不信。好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万事准备。好，上去吧。Watch out for me！ 哦，性感小酷酷。看来我声音还算清楚吧。电台也是电台，那个也是，先把你。嗯。共穿。狙击枪子弹怎么用啊？这些枪完全是电台。哎，考拉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上面的僵尸只要一击就可以秒杀。上面哎哎，我成功了，自由。上面哎，没中，杀掉了。哦，死死死！哎啦！我刚才想干嘛了？中！中！啊，弹药消耗的很快。打他的脚，打他的脚，有了，是，啊，给他一次，还不如给他。这个王八蛋来的也太快，太难了。哦，水哦。好了，干掉了。发现他还没死，多补他一枪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有了，还有那边。爆头。哎。你只有单脚下跪，然后你双脚下跪，哎，双脚了。好了，搞定了。哦，还来，门要开了，撑住了，哎、门开了。看了，快点，快点跑到那边。我来了。哦，不用怕我。哦，那个王八蛋来了，蹲下。哎，他跑去哪？哎他没看到水，他说：“进去。”哎，我要直接跳。
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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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他要跳的时候，赶快就让他跌倒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这距离已经太远，这距离太远。嗯，是。啊！连眼睛给我过。他进海里了，哎、欸，他自己自杀了，不用管他，可以走，那家伙怎样？可以走的、啊。好了，拜拜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哦，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好艰难的一关啊！嗯，这关一定要当，boss 关。boss 关了。对的。哎，我们到了一个新地方了。好吧，那我看也差不多了。这里时光我们先到这里了，然后我先找一下那个记录点，有没有记录点？记录点。啊，先把东西收一收。然后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个什么火枪的，这是新的武器库吗？那这个这应该是假的吧？假的。我感觉那是假的吧，那门不像有点很真实性，你可以去碰碰看啊。好吧，那我们这集时光先到这里了，那下集我们再继续前进啊，各位观众，拜拜啦，拜拜。